小罗出品必属精品，各位好，我是小罗。本期我猴子大爷，听完红爸爸，我立即去敌方蓝区防野。打完蓝爸爸之后，我发现对面大爷还没有出现，那钟馗老弟就过来了。哎，往这里走。哎，我又走回来了。其他地城两级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哎呀妈呀，这是错觉吗？我反手一棍，在一技能走位打一棍。哎，钟馗带什么幸运呢？带闪电不好吗？我感觉这钟馗老弟有点憨憨的，所以第二次我继续来抓他，一棍过去，哇，我才七级，这暴击有点猛，人傻就越多关照他。第三次二技能一棍，大招再来一棍，完美收割，小老弟已经废了。小小在中，霸王在上，没想到进过来了。我一技能挡伤害，接一棍反手二技能再接一棍，我的天哪，这老弟可以哦，身上一吸血砍也砍不死他，在他的大招里面打仗，算是我们的一个失误。时间接近十分钟，比分17-12，对面躺了两个，还有两个在大陆。我准备摸一座高地，但对面霸王来了，我二技能一棍过去，哎呀妈呀，这是什么鬼？13级打虚级，我完全不虚，我连续四棍下来，把他打成一口血。孙三强过来了，我反手平 A 带走霸王，先假装撤退，再反手二技能一棍，一技能一开，双杀简简单单。看我这皮肤，你们应该就知道我是很有料的，还敢跟我撸？现在三个人包抄近，就算你再秀也秀不过我们三个吧？哎，这老弟赚大了，没大招你就等死吧！我去，这又是错觉吗？我的天哪，让我空大了。还好他跑不了，配合队友，我拿下人头。当我正想配合队友一波上去，其实错觉又出现，哎呀，没让人玩了，这460可真恶心。还好没有在打团的时候出现，二技能一棍，再来大招一棍，瞬秒敌方双 C， 五连杀就在这一波。我的个天哪，我是 V8 你也给我460，马总这还有天理吗？哎，我的五连杀啊，这到底怎么了？我出去看一下。有点小尴尬，不过的话还是没有影响比赛的胜利，因为我对面双 C 都被我秒了，没有输出他们打不了的。好了，本期就先到这里，视频最后记得点个赞，